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明欢欢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时间是哦，还有米娜桑哦，这一把就来打一场圣骑的。如果把那个腐化洗，那个腐化想洗的话还要那个欸，还要那个什么那个硬币，妈了，我这次都还没解任务，妈了，我的腐化40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刚刚那一只冲出来敲我一下，我就半条血了。也没有到半条啦，是就是。没办法，不然嘞，我没有那个硬币啊。我刚以为不用硬币，然后我就跑回去，然后结果我看了一下，他说要硬币，然后妈的，我就不能洗，我就好吧，我也只能就这样打了，都开始了，该上班了。哪个白痴一直恐我啊？是不是刺？妈的！我被连恐两次啊！我明明没有底 buff， 对，很痛很痛，那个真的很痛。没有小，应该说小怪也有吃到那个什么，那个吃罪的钥匙，只有这一只 boss 没有吃到吃罪钥匙。
在里面啊。不用跳、啊，这一只不用跳，干就吃刺，就是你妈的，一直在我屁股后面，烦死了、啊！我你眼睛瞎了，我就没有在你屁股后面。哪有？我就看一个拳打脚踢的人，就只有你而已，只有你会拳打脚踢而已呀、啊。刚刚那个不是我好不好？你这眼睛有问题，我明明就站，你刚刚不是拉着我，你那个方向跟我方向完全不一样。不管啊，我偏要说你啊，臭吃吃，臭吃吃。就一开始我站在屁股后面，妈还不是站在我屁股后面。而且我明明圈就离开你了，又不是我杀了你，又不是。他忘记出来了，还好有底 buff 看得到。对，因为没有他刚好有底 buff 可以看啊，所以还好。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吉姆，我刚不是有丢到吗？还是你刚刚看你身上没有保护？有啊，有。那你怎么会死？哎，奇怪。对啊，那你怎么会死？好奇怪啊。重击手了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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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丢你保护，是你会无敌。嗯，奇怪，对啊，还是我真的丢错了。是你有点穴吗？你等一下如果有空绕过来帮我这一只点穴，我丈夫吉姆。哦，我突然想到我这一只工程啊，靠北。
干吉姆鸡抓，我需要你的 DPS。然后吉姆有空再帮我冰一下，有空的时候再冰，就是冰那个点穴那一只就好了，冰点穴那一只，那只没在动。他有炸到吗？怎么没有炸到？我要过去了。因为你不能走那个上面啊，你不能走上面，对，走上面就会被瞬移。南希，吉姆，你再起床一次吧。哎，我发现账户又好了，所以我决定再点你一次。然后他已经不吃，对他不吃，他的普攻会不吃那个喽，不吃保护了。对，我的保护给你，你还是会被打到，所以保护已经没有用了。我真气死！看敌我只在鸟上。哦 ，bug。哦，此次又是你，雷都是次次的锅，雷次次，雷雷先生，哎，我帮你想好新的 ID 了，次次，雷雷先生。这听起来不错，雷雷先生，哎，吉姆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不错啊。我觉得已经被取走了。你话多少啊？我说黑黑的。啊，超过40就黑黑的。我40啊，我不是说我40吗？所以有一个分身会冲过来打我啊。这一只好进打掉好了，我是不是看到我们奶妈已经进去了，哭哦，哇，来吉姆断了那个啥那个刺刺，你听我断哦，你下一个断，这个断好，剩下的我说断再断，好，下一个我说断再帮我断，好，下一个帮我断一下，哎、欸，然后我靠背啊，啊对啦，那个啦，靠背，你们撑一下，往后风筝，往后风筝，被追的往后风筝，那个战士就给他死吧，他活下来了，哦，活下来了 ，nice， 没有那个蜘蛛其实压力也不大啦，对，那个蜘蛛。只是死在这里啊，没差了，不用也不用跳啊，这边其实也不用跳，等一下后面再跳就好。走喽，我先。对，这边其实不用也不用跳了。其实蜘蛛可以留着跟伪王打，不过我觉得围城伪王好像可以吧，可是感觉压力又好大、啊。
装等多少？我看不到。450，怎么了？450差很多 ，DPS 差很不要站哦，我屁股后面不要站哦，他等下就要射了，他射了，不先打吗？哪里？哎、欸，干，后面真的有一只哎、欸，后面有一个吗？对，真的哎、欸，侦察过来了。我刚刚被踢出来、欸，等他下来再看。好，不推荐40哦。如果 DPS 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坦克的话，我不推荐40哦。吉姆帮我，CD 哦，CD 吗？看起来好像是 CD 哦。什么东西？账户啊？哦，好像是账户，不，好像是 CD 哦。看起来是 CD， 对，40秒，还是40秒？对，因为我刚刚看了，哦，我个人不推荐那个腐化40 D
TD 的话你们应该是可以啊，因为你们可以位移，可是坦克不怎么能移动，我基本上我也跑不太掉。那个炸一下我17万哦。对，那个对那个炸一下还蛮痛的啊。是可以，是这么爽，是不是？连大怪都可以定帧？有吗？刚没出去。有啊，刚刚那一只大怪直接站在那边不动啊！我本来想说等他敲我再封帧，我就可以封帧了。然后结果我看他定在那边，我就直接跑了。他等到你的和平之王结束后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才移动的。啊，无耻和平之王！无耻！无耻！下流，快点啊！打断过来啦，是不是？我慢嘞、欸。干不是我要说，我操他妈的，有够痛啊！那个。突然来给我一发，我真的是卡个没戏。你那个，你是故意要打那个大怪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要打他，怎么了？直接冲到他是不是？我靠，干，厉害吧？干，跟阿尔一样，长的，我要跑，拜拜。啊干，巴娜娜。啊！我也菜都把它拿了，危险啊！我危险，跟哪里？操你妹的！哇，差了一秒，我被晕，看那个巴娜娜直接把我晕到死，我好难过。我好难过，看我被丢香蕉啊！
你赢到了。关。等下小怪不用打哦。进军后就先跑路，跑完路再打。发现他连一个那个什么重击都没打我，他就快被你们打死了。CVD 妈的妈的差点蒸发，靠北，我躲错边，我没看到他冲这个方向，我以为我躲的是 perfect 的方向。
加不了。不过 OK 啦，这个路线 OK， 我只要再多拉一只那个什么，就是我刚刚两只啊，干你老子，好痛哦！就是那个大胖那边啊，不是有一只悬吊的那一只 monkey 吗？我多拉那一只就可以了。往前打。差了，我是觉得应该不用讲了，应该不用吧。反正等一下切平台都是先打第一个灭级，打完后再救人，固定套路，固定套路。
讲。好，这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